MyFan DJ 们都已经开始在练歌，因为呢，距离周杰伦摩天轮世界巡演只剩下短短的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到了。8月2号、3号、4号呢，一连三天，周杰伦都会来到马来西亚的 Bukit Jalil Putra Indoor Stadium 开演唱会。更多的票务详情，嘿嘿，守着 MyFan 要留意小麦的 Facebook 哦，继续练歌。哎，对 ，MyFan 没有送票哦。你的笑容已经非常卡哇伊，想要度假不用去到哈哇伊。